时候生病也很比较容易快。有游鸿铃，还有游鸿铃啊。有。那你知道我不知道？你认识游鸿铃吗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你知道周华健吗？你也不知道。算了，好了算了，我们也带回来。周华健一直去。对，像条沟。有看到我们两个中间的银河吗？对，因为上次有那个就是台北的小女生，然后他们是刚满18岁，然后就进来那个夜店，我就问她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你们认识周华健吗？”她说：“啊，就是完全不知道哎、欸。”对，然后我就说：“所以你们小时候的儿歌是谁？”她说：“周杰伦。”他们小时候的儿歌已经是周杰伦了，你看妈耶！就是我们这个年代，就是跟他讲。那我刚刚说，哎、欸，因为《让子弹飞》这部电影其实还蛮后面的，但他是在大陆很久的一个演员。我就跟他说，所以你认识葛优吗？他说啊，我说好，那我知道我们中间的距离很大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所以你们知道葛优吗？就是演那个《让子弹飞》里面的那个，就是恶心，太恶心了，那就是他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在这一首张的不是张惠妹的《趁早》，趁早，来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年轻了，年轻真好。Thank you.
着，这也算是一首。